88人民币哦。觉得很便宜的小伙伴呢，在评论区刷一呀，不值的话就是2，让我看看我到底要不要买。对不对的，今天的答案呢，和大家说一下，二表哥就是魔术师啦，黑猫不是喵哥吗？呵呵，也有可能是布奇啦。斗牛嘛，肯定是牛汤啦。这个最后的答案就是汤姆啦。咱们去欣赏一下新皮肤。皮肤还没看清，倒是这个小姑娘和我好像呀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汤姆什么眼神？难道是在卖萌？啊，原来是在偷看美女呢。CP 皮肤呢，还是以鱼为主题。换了样子了，这难道就是地图彩蛋吗？杰瑞的鼓舞，这头上是啥？我都没看清。汤姆的手型枪呢，也变成金鲤泡泡水枪了，发射出来的还是个鲤鱼。汤姆的平底锅变成了荷叶，煎蛋呢还是金鲤祥云，护盾啥的也太帅了。不过这是3S才配拥有的吧。你们说这双生皮到底克不克呢？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儿啦，记得关注奶宝，一起玩游戏哦。